第85集，交易。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假如没有那场海难的话，那么这位伟大的帝国开国皇帝恐怕最后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海上贸易商人，而不是什么皇帝啊。然而正因为如此，海上贸易的梦想破灭之后，阿拉贡回到家乡，他的父亲去世了，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儿子们，阿拉贡分到了最少的一部分。他的父亲原本就是一个只有一点小头衔的底层贵族，留下的遗产自然也不会多。而阿拉贡却做出了当时旁人看来近乎败家的举动，他把所有的财产变卖，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大的私军。这种倾家荡产的行为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因为当时阿拉贡老家所在的地方，大陆边缘是一个和平国度，远离战争，根本不需要什么私人军队的守护。而随后呢，阿拉贡赌对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战争爆发了，这个小国卷入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一个月内便被吞并了，然后又在两个大国之间被来回的争夺。阿拉贡的两个哥哥都死于战乱，庄园农场都被乱军焚烧掠夺一空，而阿拉贡呢，则是带着他的私军加入了其中一个大国的军队，并且得到了一个不低的军职。在这个之后，阿拉贡开始展现出不凡的实力了，他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力，甚至在战场之上一举击杀了敌国大将，当时一名闻名大陆的高级骑士。随后阿拉贡在战争当中积累了无数的功勋，战争结束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爵位，并且得到了一块封地，一块比他父亲当年的领地还要大无数倍的土地。而阿拉贡之后却是令人惊奇地拒绝了那个大国的召唤，退出了军队，他转而投向了魔法师工会的怀抱。不到一年，他居然取得了魔法师的资格。三年之后，战争再度爆发，那个时候的阿拉贡已经是一名高级魔法师了。纵观整个历史，还从来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曾经有人问过阿拉贡为什么会成为魔法师，当时这个年轻的贵族回答是，他们的军队需要有魔法师的协同作战，可惜魔法师太过稀少，他招揽不到，所以他只能自己学习成为魔法师。战争再度爆发的时候，阿拉贡所在的那个国家一度陷入到危境，甚至都被敌国围困长达三个月了。当时国王发布命令，让国内所有的贵族率领他们的私军前去擒王，而阿拉贡率领的私军是最后一个到达的。在那之前，敌国和本国的军队已斗得筋疲力竭了。毫无疑问，阿拉贡的加入是在最最微妙的时机了。在最后一场大战当中，阿拉贡本人更是再次击杀了对方的统军将领，一位大骑士。而随后的魔法师层面的战斗，阿拉贡居然施展出了一个禁咒级的魔法，当场轰杀了敌国的宫廷首席魔法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此后战争结束，而那个元气大伤的国家政权几乎被阿拉贡把持住了。这个时候，国王不得不封阿拉贡为公爵。一年之后，国王病逝。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一直有着争论，大部分人私底下认为，那位国王病逝的时机实在是太过巧合了。偏偏就在阿拉贡的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老国王去世了，并且没有留下直系子孙，使得国家最高领导权陷入了无人继承这种尴尬境地。虽然各种史料上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文字里却是含蓄地暗示出了这件事情恐怕和我们那位伟大的开国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最后受益者毫无疑问就是阿拉贡。
他娶了国王庞系侄女为妻，并且把他的妻子奉为女王。三年之后呢，女王病死了，阿拉贡正式的加冕了国王陛下。在之后的历史上，阿拉贡罗兰被塑造成为一名无敌的统帅，他带着他的军队战无不胜，灭国无数，只花费了不到15年的时间就统一了整个大陆，将这片大陆所有的地方都插上了经济花旗帜，一手缔造出了维持至今的罗兰大帝国。这所有的一切都很像是一部标准的传奇小说里的故事，不是吗？多维的脑子里拼命地回想着自己所能记得的关于这位开国皇帝的生平事迹。很显然，按照克里斯说的，阿拉贡是在他第一次海上冒险活动失败的时候遭遇了这个恶魔的仆人。而随后呢，阿拉贡忽然如流星一般的在战乱大陆上窜起了，也就是在那次海上冒险经历结束之后。显然这位开国皇帝一定在和这个恶魔仆人的交易里得到了某种好处。联想到阿拉贡近乎传奇的一生以及他的丰功伟绩，而现在呢，这个恶魔的仆人对杜维提出了交易这个词语的时候，杜维忽然觉得自己平静了十几年的心开始跳动起来了。克里斯恰到好处的微笑说道，可爱的小贵族，你的心在跳啊。尊敬的克里斯先生，我的心在跳，那是因为我正在受到恶魔的诱惑。杜维深深地吸口气，克里斯的脸上诡异的微笑更甚了，他忽然挥手轻轻一点，后面的薇薇安和乔安娜两个女人同时哼了一声，然后软软地晕倒了。我们的交易不会让别人知道，等他们醒来的时候会忘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会忘记我。机会就放在眼前，13岁的杜维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交易吗？说说看，你能给我什么？又准备从我这里取走什么？克里斯并没有直接回答杜维的问题，他缓缓地说道，你不想问一问我当初给了阿拉贡什么吗？我想我能猜到一点。杜维沉吟了一下，缓缓回答，克里斯给了阿拉贡什么？杜维首先想到的是阿拉贡那一身惊天动地的实力，堪比圣骑士的强悍武技，还有高级大魔法师的强悍魔力。这两样都使得阿拉贡具备了站在大陆顶峰强者的身份，他可以在战场之上击杀对方最强悍的勇士，也能击杀对方的魔法师，并且成功地塑造一个无敌统帅的形象，让万千将士近乎崇拜一样的誓死跟随于他。